猪小子，你发烧了？他现在很烫吗？那个，他说一定要38.5度以上，才开始塞的。只能硬聊。对啊，昨天晚上半夜忽然，这小子就化休啊。可是他没有咳嗽，也没有。他精神有很差吗？没有，他刚才嗑了一个饼干。他刚嗑了一个饼干。还是他只是饿了？还是你只是饿了，小子？然后为什么我们没有带他去看医生？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就是像这种状况带他去看医生，医生都会说，第一个他有没有食欲不振？看来他刚刚是没有。然后第二个，他精神有没有不好？没有，我看他精神还蛮好的。然后他有没有咳嗽，或者是起红疹？有没有也要看一下？有点鼻涕倒流，正常的啦。有鼻涕。他很常有鼻涕倒流。所以通常医生说这种没有什么症状，自然发烧，那就回家吃退烧药。他先问你家还有没有退烧药，因为他都知道退烧药这种东西，对于家里有小孩的应该都会有，就是这个。你看现在还要吃，食欲这么好，就是这个他问我们有没有过期啊，然后安家乐，对，就喝的，可是。我们面对到一个状态，就是布布呢，他不爱喝药药。其实没人爱喝药药了，只是他现在喝到药药都会吐出来，他会这样的吐。他发烧的时候，放我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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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烧好棒，我觉得布布应该不吃这一套。然后呢，我刚刚就去丁丁药局买了塞屁股。我以前小时候会觉得奇怪，吃药是吃药，为什么要塞屁股？到底什么笨蛋会选择塞屁股？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这一种不吃药的这种，他屁股塞，至少他不会把它吐出来。对，然后他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飞炎呐、啊，非洲的飞炎。那这个他一次卖5颗50块哦，然后。他是说要量体温，就是38.5到39度才可以吃，然后以他现在目前1.9个月，1岁9个月，然后体重大概13左右的小朋友呢，大概就是1/3颗就好，你不用整只啊，没有那么粗啊，小朋友你不用担心，我家抽哦，1/3颗，比你大便还小颗。那怎样剪掉？啊？用剪的。对啊，你平常怎么剪就剪啊，只是塞，就你平常食物怎么剪就怎么剪啊。你剪完了，只是塞不同的嘴巴而已。然后，对，不同的洞。然后这个是我们像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发烧哦，往往都会很突然。像我们昨天半夜就没有东西，那买不到那个。喂食器就是买不到针筒，我们之前都是用针筒没有针的方式，然后我就买了这个，买了这个舅舅奶奶，好这个，然后他的这个啊，他这个就是喂药，这个喂药器啊，他这个特别点就是我们通常用那个喂食器的时候都是直接正面这样冲出来，所以有时候它会砸掉嘛，会呛到。那这种呢，它的洞是分在左右两边，有没有发现？对，它是从侧边射出来，所以就不会直接冲到它的喉咙。对，这个是重复用的，不是一次性的。虽然说它还是不太合药，但又买了这个。然后最后这个是蛮特别。啊，嘟嘟嘟嘟，好不好？嘟嘟，喝热汤，布布喝鸡汤。好，等等。先喝鸡汤。没有，是面，
面面好了，我们看这个。得得。哇！看这个好不好？不要看了。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宝贝棒，山友宝贝棒，这个就是药局是说了，就是我们大人呢有时候是吃蔬跑嘛。就是生病会喝苏跑，但是不建议小孩喝苏跑，太甜了。所以它这里有电解水补充饮品，它会增加你的氨基那个什么精氨酸，增加体力跟补营养补给。对，口感加补充好，好吸收。这个有什么苹果口味、什么草莓口味还什么的，然后啊，苹果水蜜桃跟芒果。但是就没有香蕉，所以就买苹果，就给他喝。好了，小朋友，你看他现在这么，小朋友，嗨嗨，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喝这个 ？No No No， 你要不要喝这个？等一下，爸比倒给你喝好不好？这个电解水倒在你的爹爹里面。慢慢慢慢，你看他一点都不像发烧一样，他那个口感也太好了吧，他那个胃口也太好了，真的是。娜娜陪你吃饭饭好不好？那等一下娜娜也要陪你擦屁股啊、哦，好吗？好吗？那就先这样吧。那医生是有说啦，就是三天，药局药师说三天、观察三天，如果三天烧还没有退，还是建议要去医院三天左右。对，但是我们个人还是比较建议说带他去医院啦。不过我觉得有了几次经验以后，我就觉得，当然我们不是医生，但是。会看他的状态一下，以前就是他只要一发烧，不管怎样，三七二十一，赶快被吸，赶快先载过去。现在就觉得比较还好一点。对啊，我看那个凯尔、Cody 他们发烧还是皮皮照，还是去露营，他们还是几杯瓦林到处撞来撞去的。对啊，所以应该还好。因为主要是台湾现在。它很方便啊，你如果需要别的件事，你只要健保卡，但是插着就好了。也是啦，台湾是不管到哪里健保卡插的就无敌了。对啊，那就是，但还是要注意啦。好了，刚刚吃完面面，等一下我们要来塞卡车哦。塞卡车我们就不拍了，这个我怕它长大了，回顾看影片的时候会想把我杀掉。塞卡车我们就不要拍了。但是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找到一个理由，觉得说哦，原来塞屁股是这个用意。干嘛干嘛？不要是不是？不要屁坑啊！不要塞屁坑啊！他没被塞过屁坑。我反而没感觉。好了，我赶快吃饭饭了。